那些哪位花灯吧，在我们民间花灯吧。在很多当代中国人的心中，中国最好的动画电影是万籁鸣的《大闹天宫》。万籁鸣还影响了中国漫画家手冢治虫。1980年，手冢治虫来到上海美术电影厂，他见到了自己的儿时偶像万籁鸣。手冢治虫他拉着万籁鸣的手说道，我就是看了你的动画才走上动画道路的。万籁鸣被称为中国动画之父，但他在文革期间也吃了一些苦头。这是因为他创作的玉皇大帝嘴下有颗痣，当时的造反派看来，从来就没有谁说玉皇大帝长了痣的，你这样画肯定就是在讽刺我们的毛泽东嘛。所以随后万籁鸣就被隔离审查，其他的主创人员像唐城、严定宪，他也都被下放到武器干校进行脑改。大闹天宫的原画、动画几乎全部损毁散失，跟影片相关的资料也都消失了，侥幸留下极少量的画稿，后面也就成了珍贵的材料。文革时期很容易犯下滔天大罪，举个例子，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他的乒乓球技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毛泽东曾经叫他我的庄爷爷。庄则栋曾经说了一句，红卫兵剪人家头发，怎么不去剪毛主席的，然后就被挂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庄则栋其实只是说了句气话，他尚且要被批斗，那就更不奇怪那些疯子说疯话也会被批斗了。1971年9月2日，疯子李相之，他仅仅因为说了一些疯话就被判定为现行反革命，处以极刑。那既然心智不正常的人说话都要判罪，那么未成年的中学生也是能判罪的。中国当时有许多的少年儿童也都成了政治犯，例如云南昭通有15岁的小勤务员，以及吴晗15岁的女儿吴晓妍，河南大学15岁的新生张希燕等等。当时有句流行语，脑子英雄而好汉，脑子反动而混蛋。右派分子许灵均，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许景由解放前夕逃往美国。灵均，你还年轻，我们这次下去劳动要好好改造自己，我想最多也不过两三年吧，我们还可以为人民服务。谢老师，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都有希望重新工作，我不会，我的错误是投错了胎，我犯的是出身罪。文革期间有无数人被迫害，被迫害的人还有着形形色色的帽子或者叫罪名。影片开头说到的英国外交参赞，他们的罪名呢，不妨叫做反华罪。就算他们本身没罪，他们作为大英帝国主义的一份子也是罪。同样的道理，各种所谓反动分子的亲属或者姨太太也都有罪，所以像这些反动军官姨太太、反动家庭成员也都是当时常见的罪名。宋丹丹曾经有个小品提到薅社会主义羊毛，而薅社会主义羊毛又确实是文革期间的罪名之一。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糟了，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挖社会主义墙角，对，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今天的年轻人往往希望早日成为房产主，但那时候房产主也是罪名。有人说，那这么多折磨还有各种精神压力，我自杀行吧，但自杀也有罪，叫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文革期间，许多高官和知识分子的家被抄家。抄家呢，简单来说就是没收掉任何值钱的东西，
大量珍贵的藏书和文物也就被康生等人据为己有。1990年，康生搜刮的上千件文物，甚至在故宫做了一次特殊的展览。这里面竟然有《红楼梦》的最早的课本、韩信的图章、黄庭坚的真迹、郑板桥的印章。康生甚至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康生搜刮文物国宝，但无形中却保存了一批国宝。这是因为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还烧毁了大量的文物。例如原上海首富永安百货的老板郭林爽，他是著名的爱国资本家，但他也被中学生给抄了家，家中珍藏的100多件名贵玉器被红卫兵砸毁。可惜啊，这位上海首富的家不是在北京，不然的话有可能康生会先去搜刮，没准呢还能留下来几件。文革破四旧中毁掉的无数文物古迹中，白马寺是尤其让人痛心的。白马寺中有着千年历史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以及2000年前由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这些佛像、经卷、文物全部在文革初期被坏掉了，寺庙也差点被烧掉。前面我们说到了来中国流亡的西哈鲁克亲王，由于他老人家点名要朝拜白马寺，毕竟白马寺建于东汉的永平11年，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不过这时候由于外宾要来看，周恩来紧急下令把北京故宫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白马寺来紧急充数。这里说到了北京故宫，其实要不是周恩来紧急下令，可能故宫也没了，故宫中的贝叶经当然就更不会有，西哈鲁克亲王很可能要失望了。还有个例子是位于湖南的密印寺，密印寺始建于唐朝元和2年，唐玄宗御题密印禅寺，而我们熟悉的白蛇传其中有个法海和尚，他就是在这里出家的。破四旧的时候，密印寺也被破得差不多。文革之后，日本的佛教史记参观团他准备来访问，于是湖南省政府赶紧斥资维修，这样日方代表才不至于看到烧得黑乎乎的密印禅寺。文革之前，中国的农民是可以进神的，这是传统风俗，但文革来了，这些东西统统被定性为封建迷信，农民不再允许进神，和尚道士也被划入到了21种人，反正不允许从事宗教活动，寺庙祠堂也都被砸毁。但砸毁这件事却是领导干部安排专门的人去砸的，因为这些领导干部觉得砸毁佛庙是逆天呀，怕有报应，所以就安排那些地富反坏右这些分子去砸，并且让红卫兵来监督。领导干部不仅怕鬼神，也怕晦气。文革之后，农民家死了人就得直接抬出去埋掉，因为祭祀、做道场、做法事、唱夜歌这些全部被禁掉了。有一次村里死了人，已经把他抬出门了，结果刚好遇上检查农业生产的工作组进队，所以农民被迫把已经抬出去的棺材又重新抬回去，搁到堂屋里收着，等到干部们走了之后才重新出殡。有个村子，当年有许多知识青年在此下放，有段时间女知青都来投诉，说总有人偷看他们洗澡，村里呢很重视这件事，就安排民兵和男知青轮流来值班，最后终于把案子给破了。原来是村子里一个二牛子所为，案子到了法院，怎么定罪又成了问题。有人说把他定成反革命流氓罪，可人家只是偷窥，也并没有动手。最后有一位军代表很有见地，他想了一个比较贴近实际又浪漫的罪名，叫做反革命偷看青春罪。陈文超当知青的时候，农村里经常搞政治活动，一有运动呢，就会拉上几个地富反坏右出来纠斗一下。有一次，队伍的干部正准备把一个劳动不积极的人定为坏分子拉出来批斗，却发现他的脚上有着奇怪的东西，原来是一双新的解放鞋。干部们在想他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有人说他是有一位远方亲戚当了解放军，现在升官了，两个人呢联系上了，所以呢他才有一双新的解放鞋。
这个传闻无形中救了这个人的命，因为当时想能穿解放鞋的肯定不是坏人，那场批斗的对象最后也落到了别人的头上。根据韩素英的回忆，有一对外国专家西蒙和伊内拉夫妇的长女叫莫尼克，她呢从正在留学的巴黎赶回到中国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因为莫尼克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慈爱的盛大节日。结果她回中国的时候就被逮捕了，因为她罪名是带回淫秽书籍，这些书籍其实就是很普通的法国爱情小说，但在当时时期这就是淫秽书籍了。由于这个罪名，他被投入监狱达三年之久。文革时期，除了中国人要早请示晚汇报，有的时候还会要求外宾也来这一套。1968年初春，阿尔巴尼亚的驻华大使纳塔奈利他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赖利呢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不过这在中国人看来还不够，天津的军代表他要求大使要像中国人一样，也要像毛泽东像三鞠躬，这位外国大使却不愿意。影片开头我们提到了英国驻华代表，他被要求像毛泽东像磕头，英国人也不肯。回到这个例子，由于阿尔巴尼亚大使不肯三鞠躬，军代表只好跟当时中方的翻译范承祚来说，喂，你赶紧提醒老外让他鞠躬呀。范承祚认为不能强人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他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好了，以上呢就是文革期间发生的疯狂事件的盘点。文革就像一场大火，烧了很多人很多物，烧活人也烧死人，烧活物也烧死物，甚至连外国人都烧到了。不过很多东西烧了又起呀，例如有个叫徐其耀的官员，他曾经与146人有不正当的关系，这是146名情妇之中还有一对母女，但徐其耀也只是养情妇、看风水、信佛陀、信采阴补阳的中国各位官员的代表罢了，这可能是躺在水晶棺中的毛主席所没有想到过的吧。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文革这些奇葩事件的？不过十年动乱的种种糟烂，一期怎么讲得完呢？感谢各位的观看，我是老僧，咱们下期再见。 So I really admire 共产党员 Wonderful They really dedicated But eventually I think power spoil 共产党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